盘点基地保安的幽默日常语录。花花已下班了，他什么时候上班？明天早上七点半，七点半准时上班。七点半。对。我也问了花花，花花不给我说，加他微信他不回哦。对。当你排队看不到花花时，他那边不是花花，只要你们心中有花花，看谁都是花花。听基地保安幽默形容花叶姐弟的关系。可以，你今天作伴。花花太火了，看基地保安怎么花式引导分流的。对他的爱太高了，把爱放给其他小猫一点吧。看不到花花的，看相机看，花花的老爸老妈妈都在上面，和花花长得一样。不得不说，基地的保安真是段子手啊。